人点解要纹身啊？咁样算系着咗衫啊？定系裸露啊？如果我话我身上面某个隐秘嘅地方有纹身，你估下会喺边度啊？所以女人纹身好性感噶。咁夜啦，仲未瞓啊？阿嫲，我瞓噶啦，你瞓先啦。快啲瞓啦，你呢个女啊。得啦，我十分钟之后就瞓噶啦，你会希望佢喺边度啊？如果你想探索多啲。请购买，逐渐点数。阿嫲，视讯情人你好，边个今晚想逐渐我啊？然之后在现场直播，咁啊得未啊？阿姨，咁早喺度等我啦？啊，你嚟啦，嚟啦，青，话俾姐姐听，你今日整咗几多牛奶糖？啊，今日呢班小朋友啊，整咗十几斤啊，好好食噶。要瞓啦。啊，好好。十点半咯。啊，好，瞓啦吓，十点半啦。十点半。行啦行啦，吓，瞓啦吓，嚟。阿迪，今日点样啊？系咯，竹子啊。嗯。点解大家都叫我阿青，你就叫我阿迪嘅？因为我系你姐姐啊。唔明阿青，你睇我整㗎，我自己整㗎。
呢幅图点啊？哦，好恶啊！嗯，但系嗰个人唔系次次都唔俾钱你嘅咩？不过佢今日俾咗钱我啊！喂，走咩走？啊！你衰仔啊！啊！搞我大佬条女，走手算数啊！人巴边啊？冇啊！你话冇就冇噶啦！冇咩啊？死仔啊！师傅话，每个纹身背后都有一个秘密。作为纹身师，一定要了解呢一啲秘密。钱我还咗俾你噶啦，但唔可以讲穿佢。竹子啊，再喺我肚度啊，纹个啊，纹个鬼头好唔好啊？竹子啊，一啲美感都冇。哎呀，美感有几多人识啊？不如啊，你喺我个肚度咧纹只炮好唔好啊？炮呀呼，炮啊！除衫。不过唔知痛唔痛嘅咧，你细力啲啊！我决定喺佢身度纹双刀，冇喐啊！咁样嘅话，佢出拳就会更加有力。阿东其实系个好自卑嘅人，佢需要透过纹身带俾佢力量。竹子，你个纹身呢？仲喺度啊！传说呢种花，通常系会开喺通去冥界嗰条路嘅两边，啲人叫佢做彼岸花，梵语就系曼珠沙华。呢种花有毒，掂过佢嘅人可能会昏迷，甚至仲会失忆添。你中意呢个纹身啊？佢系真嘅人皮纹身嚟嘅。竹子，有客啊！诶，等阵，等啊！你够十八岁未噶？做咩啊？冇，如果你唔够十八岁，竹子系唔会同你纹身噶。你够十八岁啦咩？我都系啱啱够嘅啫。一阵啊，一齐去饮茶啊。吓，点啊？同我去街啊，好唔好啊？请坐。以前有冇纹过身噶？冇啊，想睇下先。诶，俾啲书我啦，自己攞住，有咩需要同我哋讲啦。诶，竹子，我有嘢同你讲啊，只系小事嚟啫。我想拜托你再同我纹个身啊，纹咩都得噶。吓，唔该你啊。竹子啊，同我喺个肚度问一个鬼头好唔好啊？唔得啊！唔该你啦，求下你啦！唔得啊！我唔该你啦！西瓜定菠萝啊？菠萝。
阿嫲，我话你知啊，我今日撞到个旧邻居啊，叫竹子，你记唔记得？竹子啊，竹子，嗯，唔记得啦，唔记得啦，唔紧要，啊。啊，系啦，我以前有个绿色嘅假发咧，你放咗喺边啊？假发？你以前卖衫模特儿戴嗰个假发啊？哎呀，咁核突噶！我帮你搵啊！是不是抌了啊？阿嫲，你不用看都可以找到的。荧光材料感觉不同的。阿嫲，我爱你啊。你呀，蠢猪。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就这样？嗯。那要这样就算了？没错，是啊。这把是纹身的刀啊？不是刀，是纹身机。啊，如果肥了的纹身会不会跟着变形啊？嗯，那我就变形了。是这样，我想纹那幅金色的花，怎样啊？不得。为什么不得啊？呢种花是去地狱的。地狱是彼岸花。但是你，我见过我一个朋友，他身上有的。是吗？几时的事啊？我九岁那阵咯。九岁，九岁的事你仲记得啊？是真的。你都是想清楚，为什么要纹身啊？那你呢？我乜嘢啊？你应该有纹身的。为什么要纹身啊？我唔记得了。我张卡片啊，小佬，嗯，我个名啊，啊，呢个系我个 blog， 入面有心情日记同埋啲相，你上去睇下就知噶啦，拜。
想独占我啊？视讯情人你好，边个今晚想独占我啊？我翻嚟啦，你坐呢度。竹子咧，会唔会有个假名噶？妹妹啊！是啊，想不想听细路女的爱情故事啊？我第一次拍拖的时候都未够十岁，真的噶，那阵时我九岁半咋。啊，我成日坐在巷口等一个邻居后生仔经过，嘅假发嚟噶，睇下，乱讲，边个话唔靓啊？有人觉得唔靓啊，咁点啊？戴好咗，你就知道靓噶啦。我靓唔靓啊？你好靓啊！你讲嘢好似外国人啊！你系咪原居民啊？唔系，细个嗰阵我喺日本，我妈妈系日本人啊。日本啊！我都冇去过日本，一个人好无聊啊！不如嚟我屋企玩啦、啊！你妈妈唔喺屋企咩？我冇妈妈噶，屋企就系得我同阿嫲。点解你冇妈妈嘅？妈妈佢就喺地震嘅时候，阿嫲抱我出嚟，然之后妈妈走唔切，俾间屋砸死咗。好啦。咁我送美女小六翻屋企，好唔好？好。我永远记得嗰个美丽嘅傍晚，仲有佢一路踩单车，一路哼嘅歌声。锁你个头啊！点会咁咧？大宇，佢唔好笑嘅，笑乜嘢？我啱啱录紧。那个女仔就 Cassie 啊，
搜集唔到证据你仲少？啲咩事啊？讲嘢慢都算啦，动作一样慢嘅。唔好净系喺度等，可以用啲技巧嘅。你就问下佢系咪等钱使，需唔需要你帮手？咁简单你都唔识啊？激死人！冇必要勾人啦。思信情人你好，边个今晚想独占我啊？咩嚟噶？我是小六，写住啲咩啊？妈妈寄上3000元，有空会回来，请多保重。冇啦，信好短。佢冇问小六咩？冇啊。佢系边个？小六嘅妈妈。小六嘅妈妈？我以为佢妈妈已经应该喺台北啦。但系。地震嗰阵，佢妈妈地震之后，佢妈妈带埋佢哥哥离家出走，留低小六。佢爸爸仲冇用，长年困喺监度嘅。唉，喂，好啊，阿婆啊，我搬屋嘅车嚟咗啦。哦，咁你一路顺风啦吓，多谢你嘅朱古力啊，我会交俾小六噶啦。啊，阿青，要睡觉啦。今日冇故仔听啊。今日冇咩客人，不过有个好怪嘅女仔嚟过，佢成日问东问西，仲问我嘅纹身。佢要听你嘅故仔啊？唔系啩？我唔理，我都要听。你讲俾我听。
幅比鵝花紋身，充滿著毀滅的意味。唔緊要，就算你係紋上咗同你爸爸一樣嘅紋身，你細路都翻唔到嚟。但係我可以更加接近細路。不過你係個女仔，我從來都未教過女仔啊。我好堅強㗎。你会不怕血敢肉刀吗？我什么都不会怕。是吗？那好了，你帮我将你爸爸身上的纹身拿了下来先。你都是敢帮客人度身订做的？转学啦？冇啊，我觉得呢一套制服好睇啲啦。喂，有冇上我个 blog 啊？最近忙，冇上过。你成日咁忙噶？嗯。睇个时间啊嘛，时间系人揾出嚟噶。老实讲啊，我唔中意上网噶。系啊，但系我希望等你上咗我个网之后，我哋一齐讨论纹身噶。如果你系好赶嘅，可以揾个第二个。好叻咩？大忙人。今日唔想傾啊。各位哥哥，一系就直接讀占，唔好啰嗦。看看他要被毒箭了，毒箭了。 OK， 等一会开始除衫就按这两个掣，记得问他是不是援交要多少钱。嗯嗯，快点人的上吊啊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冇嘥時間啊！做咩啊？
但系三百点唔平噶喎，你咩都唔想睇咩？而家 OK 啦，啊，你都有听啊？你有视讯啊？嗬，用咪讲嘢啊？做咩啊？感冒啊？我啊，我是一个好开朗、好开心，偶然会有啲唔开心，但系我谂都算系一个好幸福嘅人啦，因为我可以做我中意做嘅事，都冇人管我嘅。系啊，系我自己要做视讯嘅。怎会啊，在家而已，怎会遇到坏人，而且网络都是假的，我想上网先上网，我想咳线就咳线，不过有时都会被中姐骂的，那个中姐都是假人，我都没见过她的。中姐是网管，即是老板啊。如果你记得我，我又记得你，咁应该就唔算系假人啦。记得啊，梗系记得啦，我好辛苦先遇翻佢噶。我俾你知啊，佢应承帮我设计一个纹身，佢仲同我讲啊，佢帮我设计之后会纹喺我身上面，到时俾你睇好冇？白日梦啊，是我记忆力好，都是真的，九岁的事你都还记得，是真的。你是谁？你做什么不信我？什么意思啊？
小佬，记得我个名啦。你啲头发唔好睇咩？好睇。做咩啊？只系同夜晚唔同啫。哦，你上个网啊？我冇啊。算啦，唔紧要。我嚟呢度系想同你讲，我已经谂好咗啦。吓？你咪要我谂下，点解要纹身嘅？我要留住爱情记忆啊，所以我需要呢个纹身。系因为九岁嘅记忆啊？九岁又点？真正忘记咗嘅人是大人，不是小孩。总之我就要一个爱情纹身。我说真的，哇，竹子，你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，我爱你啊。发神经啦你，做咩排斥姐弟恋啊？唔通你冇鍾意嘅人咩？太耐啦，过咗去啦。哦，对方係女仔嚟㗎？啊，原来我哋嘅性取向系一样嘅。既然系咁嘅，做唔成情侣，你就做我契姐啦，好唔好啊？你好啦，你大姐姐啊，点解未见过你识女朋友嘅？讲我听啊，点解啊？点解啊，姐姐？总之我就是要一个爱情纹身。我是说真的。那你什么时候来啊？晚饭后啦。早啲嚟喎，我睇咩？嗯，细声啲啊！我爸爸妈妈瞓咗。吓？细声啲啊！唔紧要啦。竹子
你攰啊？唔系啊，冇嘢啊。我今日同阿东纹身啊，纹咗七个钟头，对眼有啲攰啫，不过效果好好啊。佢中唔中意啊？佢中意啊，佢仲话要我做佢契姐添啊。唔好。佢讲笑嘅咋？你会一直喺度噶？会啊，但系有时你会好晏先至嚟接我，因为我要赶图啊嘛。我唔想夜晚一个人。唔会噶，我每日都会嚟接你，好冇？实系其中一个，边个啦？你好，多谢点选小路。今日小路要送出一个免费嘅独占机会啊！如果你身上有纹身嘅，俾我睇下，我会为你一个人表演，非常特别嘅表演啊！俾我睇下你嘅纹身啦！你唔俾我睇纹身，我就表演俾第二个睇噶咯。恭喜豪哥！你睇啊，呢个女仔年纪轻轻，手段叻过你啊，扮话咩纯情啊？根本就是贪慕虚荣，他们骗了男人的钱，再拿去买名牌、食丸仔或者是包仔，没有一个好人来的。你
你点知道？我点会唔知啊？你而家喺度做紧功德啊，知唔知啊？我同你讲啊，呢啲女仔都系冇人管教嘅。侯哥觉得我头先嘅表演点样啊？同大家分享一下。记得下次再督接我啊。我就知系你，俾我睇下你嘅纹身，我为你免费裸体啊！咁又点啊？你咪又系糟蹋你啲钱，用钱独自唔觉得爽啲系咪啊？我怎样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不起我可以不上网的，为什么留在这里又不敢承认啊？你如果真的看不起我的，你可以躲开，凭什么在这里教训我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是喜欢这样，关你鬼事啊？在这里管我，你是我谁啊？自己冇胆认，仲喺度多多批评，你扮咩清高啊？小六今天很累，要跟大家说早唞了。好了，三八点，今晚最后的独占。我想要留住爱情的记忆，所以我都是需要这个纹身。你应该有纹身的，为什么要纹身啊？我不记得了。凝视着你，舍不得离开你，
月光轻轻舞弄着小茉莉，等候着你走进我的梦里。竹子，你做乜嘢啊？冇嘢啊，冇嘢。阿青啊，如果有人要纹呢一个纹身，你认为点样啊？咩意思啊？佢点解要同你一样啊？如果佢一直求我，你会唔会同意啊？咁佢嘅纹身就系假嘅，我讨厌假嘅纹身，唔一样啊！就算是假的都可以安慰他。搞到我痛啊，都唔可以转移注意力嘅。是但闹我几句都得噶。刀王鬼头东就是我啦！哈哈，出咗，查咗就快一个月噶啦，点解仲唔收网啊？我觉得犯罪不应该这样看的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叫犯罪？是你这个白痴你定的吗？我什么啊？我再做不好调你去做军装，成世做警卫。烂你不是看不起我的咩？为什么又上来啊？
你唔应该侮辱我。系咩啊？点解成日讲呢啲啫？你担心我？担心我乜嘢啊？哈，真系激死人啊！乜你个人咁噶？怕丑又喺度扮神秘。所以你喺度呷醋啊？点解我要听你讲啊？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的，我希望你好。正啊！系咧，竹子真系一个天才啊！我要揾个时间去试刀。佢喺唔喺度啊？佢叫我唔好嘈佢，你揾佢做咩啊？我揾佢确认一件事，确认佢肯唔肯同我纹身咯。佢呢几日多咗画稿啊，唔好惹佢啊！画咩啊？话唔知咩花喎、啊，真嘅？诶，老实讲啊，佢呢几日心情劲差啊，喐下发脾气啦。啊，我仲以为佢冇大姨妈嘅添啊。系咯，成个男人婆咁啊，一做嘢超严肃，冇啲温柔。佢好似嚿铁咁啊，又中意扮酷。佢好自闭噶，仲以为自己真系男人啊。系啊。小佬，你好忙啊！阿东话你画图啊，嗯，系你嘅图啊，啊，真系噶，系我嘅图啊！你知唔知道噶？纹身好痛噶，你挨得住咩？通常啲男仔都比女仔怕痛噶。喂，你讲啊！啊，咁我几时嚟啊？听日嚟得唔得啊？唔好咁快，不如星期五啊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咁我星期五先嚟啊，星期五嚟。你昨日同今日都咁迟嘅，楼长都要我哋瞓啦，你先至嚟。对唔住啊，因为要赶图啊。诶，系呢幅图啊？哇，好靓啊！又有咩新故仔可以听啊？我咪话有个客人想问我个纹身嘅。不过你唔中意，所以我就画咗呢一幅茉莉图。哦，你都系随便讲个古仔啦。
你好耐冇讲啦。咁，讲你细个嘅古仔啊。我边有古仔啊？每个人都有古仔，你唔记得啫。喺度做咩啊？仲唔去瞓觉？我一个人唔敢瞓啊。阿清大个噶啦，要勇敢啲，好唔好？唔好，你成日都抌低我一个噶。我冇抌低你啊，我只系去同我读温书咋。唔好，唔好。唔好唔好唔好，成日都话唔好。阿清你好曳啊，姐姐唔鍾意你啦，要好似妈妈咁唔要你啦。点解唔理我？唔通嗰晚我哋嘅一切都系假嘅咩？竹子，你望住我啊！嗰一晚我唔应该等低我细佬，佢已经唔认得我啦。嗰啲唔系你嘅错啊！如果我陪住佢，结果可能不会是这样。那些都是意外，你怎可以这样说的？那些不是我们的错啊，为什么啊？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今天这个故事这么怪？只是个故事来的，不要想了。我的头很痛，竹子，为什么我觉得你在生气我？冇啊，唔好谂太多啦，快啲去瞓啦。小六，呢样系我噶，系你噶。系茉莉，乜唔系嗰幅彼岸花咩？呢幅系我画俾你噶。
你话俾我噶？我明啦，佢先系我嘅爱情纹身。佢只系一幅纹身咋？佢系爱情。我讲过我要一幅爱情嘅纹身，然后你就画咗呢幅小茉莉。佢只系一幅纹身，你唔好谂太多啦。咩意思啊？系我谂得太多咩？系你隐藏太多咋？好啊，等我识穿你啊！你以为你一直匿名上网，我就估唔到你系边个咩？明明有上网，点解一直唔敢认啊？我唔明白。你到底是看不起我們，不敢面對自己的感情啊。對不起。你为什么要记得所有的事？那你呢？你要选择忘记啊。我没有啊。告诉我你纹身的事啊，好不好？墙上面嗰幅系咪真噶？系我爸爸，佢死咗之后，我细佬乜嘢都唔认得，只系认得个纹身。医生话，细佬对屋企嘅一切都失去咗记忆。请你帮我纹一个一样嘅纹身啦。所以你先至纹身啊？佢哋系我最重要嘅人。你妈妈呢？她回来了没有？她不会回来的。你还生气她？晶姐，妈妈，你真的挂住我啊？你下次回来带我去哪里玩啊？东京啊？迪士尼乐园啊，好啊好啊，佢唔记得我，同你一样。所以，我成日都喺度想象，所有嘅人都喺我身边。
信情人你好，边个今晚想独占我啊？报告组长，可以收网啦。清晨下了一场雨，露水沾湿了夏茉莉，白色花瓣纯洁又清新。我闻着你的呼吸，晚风吹拂青草地，夕阳染红了小茉莉，微笑着。竹子，阿东啊，阿东，阿东啊，东啊，姐姐，你点解要喊？
对唔住，我系紫装分局嘅。佢而家咁嘅情况，昏迷指数系五，已经算系重度昏迷，会唔会醒翻好难讲。你以为闻啲花喺个身度，我就会想翻咯。我已经没第二个选择了，我只可以生存在虚拟的世界。我会24小时在这里等。1003报告，收到。网络监控现在可以同步展开。1007回报鸡窝，现在部署情况。好烦。1007报告，目前情况非常。视讯情人你好。接触报向，要退进。边个今晚想独占我啊？浸死了。1007目前位置接近鸡窝，约13分钟之后完成部署。收到。
度讲咩啊？小六，系真噶，我系警察，我哋今晚抄台，我哋。喜欢我的人不是竹子。晚风吹拂青草地，夕阳染红了小茉莉，微笑绽放不言也不语，看不透你的秘密。月光轻轻拨弄着小茉莉，凝视着你，舍不得离开你。月光轻轻拨弄着小茉莉，等候着你走进我的梦里。小茉莉，是否你会把我忘记？像茉莉，静静的我还在这里。像茉莉，在枝头上自然美丽。像茉莉，静静。玩到喊成咁样嘅，乖啦，唔好喊哦。我唔好玩啦，唔好玩啦，唔好喊啦，唔好喊哦。
最低限度纹身嘅痛系会令你嘅痛唔会咁痛。细佬，哥哥。你点解要记得所有嘅事啊？咁你呢？你要选择忘记啊？
就像我